尸骸先帝本以为自己站在了最高层，想要凭借大罗仙剑的反水绝杀十号，可殊不知一切都在十号的掌握之中。在将他化自在大法演绎到了极致之后，十号成功晋级先帝境界。书接上回，当尸骸先帝动用出禁忌秘术之后，十号整具躯体如遭雷击，突然间觉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将要消失了。他不解为何会发生这种诡异的事情，紧接着十号的眸光贯穿古今，看到了岁月长河上游正在发生恐怖的一幕，那具尸骸正在隔着亿万星空绽放无量黑暗之力，镇压少年时的自己。十号震惊不已，谁敢改动历史，谁敢承受那么严重与可怕的后果。但那具尸骸却要横跨岁月长河去磨灭少年时的时候，不过最终尸骸像是有所忌惮，并未继续出手，反而是君临昔日的边荒地关驱使安澜出战。十号不知道尸骸凭借这种手段改变历史能否避过什么。下一刻，十号仰天长啸，他不再与大罗仙剑周旋，而是直接迎了上去，并大吼一声，他化自在，他化万古。十号的气息无比恐怖，再次立足在先帝领域中，威压诸天万界，可终究没有挡住大罗仙剑，他被力劈为了两半。十号被劈开后难以复原，他自语道，我竟被身边的大罗仙剑斩掉，这柄跟随我征战多年的剑胎，传闻中边角料所炼制的兵器。尸骸冷声说道，这的确是边角料，可也是名副其实的先帝剑。紧接着大罗仙剑破裂，从中坠落下来一口灰暗的小棺。尸骸又说道，剑是我炼制的，但这口小棺是自古长存的，在面对它时你看到了什么，最后就会迎来怎样的结局。当年我看到了自身成为尸骸被困在这里，果然应验了。那么你看到的是死在这里吗？十号闻言心头巨震，因为他的确看到过一些奇异的景象。剑胎上方有仙光血雨洒落，下方则是一口骨棺载着一个生灵流血飘落。而后尸骸怒斥道，无论你看到了什么，都将死于先帝的一击之下。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，那口小棺中坠落下来一截残躯，这是尸骸昔日分离出去的纯净肉身，如同那元神印记一般都曾送走。元神被封印在了烂木箱中，半截肉身则是被封印在了大罗仙剑的小棺中。现在这半截躯体也终于出世了，而后他扬起手臂向着十号拍击过去。原本十号被大罗仙剑力劈后就难以重组肉身与元神，现在又遭到了这样的盖世一击，他彻底被打得爆碎了，无数血雨向着四面八方炸开，尸骨无存，就此消失不见。可突然间尸骸双目望穿千古，皱着眉头说道，有些变故，不过算不得什么，一切都接过去了。因为他看到了漫长岁月前边荒地关的一幕，有一滴血与十号融合，居然可以抗衡安澜，不曾陨落。尸骸见状开始推演，结果发现关于十号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仿佛被蒙蔽了天机，彻底不可感应。尸骸面色凝重地自语道，我妄图逆改岁月，虽未成真，但依旧遭遇反噬了吗？想必是大因果之力遮蔽了我的感应，可那些血液为何也都不见了踪影，难道皆成为灰烬了吗？事实上，当十号的肉身被轰碎之后，他的亿万滴血液就没入岁月长河，分别处在了不同的时空当中。因为当他看到尸骸先帝要逆改岁月灭杀他的少年身时，十号就知道遇上了一个疯子，这样意味着曾经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，所以他拼尽全力再次站在了先帝领域当中，虽然时间有限，但他却做到了。而后又施展出他化自在大法，动用了先帝级别的终极奥义。可惜十号所能驻足先帝领域的时间太短，在抗下了尸骸先帝的一击后就无力了，他只能借助大罗仙剑解体，让亿万缕血液冲向岁月长河。他要亲自去阻止边荒地关前的那一幕，可最终他却迷失了。就连尸骸先帝也在自语道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为何不可推演，他像是不属于这片古史，哪怕血肉化成劫灰也能找到才对。与此同时，岁月长河的每个阶段都有血迹浮现，并显化在了不同时空。在帝洛时代就有一个十号浮现，那仅仅是一滴血，但却有着自己的意志，他与这片天地格格不入，完全融入不到其中。当然不仅仅是帝洛时代，各片时空都有类似的一滴血发生同样的事情。在帝洛时代的那滴血液，他历经漫长岁月逐渐领悟到了他化自在大法，他随着岁月悠悠而动，到了仙古纪元，更去过边荒地关前，只是他没有回想起全部的记忆，仍然处在迷失的状态当中。他只知道自己的真身开创出了盖世无双的他化自在大法，而他便是在这门大法的演绎当中。突然间尸骸先帝的眼神越发阴冷起来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事情，于是又说道，我虽未曾改动历史，但也已经触及到了，或许正是因此改变了荒的命运，因果与岁月共鸣，他被改变了，难道他已经开创出了一部盖世地法，站在了先帝领域，故此境界与我同列，被天机蒙蔽，让我无法推演与察觉。尸骸先帝越是思索，脸色就越发阴沉起来，双目中杀光万重。另一边的十号仍在迷失，没有苏醒。各个时代都有他的血液，超脱世外，孤独的修行，寂静的沉默着。
仿佛过去了亿万载的岁月，又像是转眼间的片刻。但在这一日终于发生了变化，有滴血液在当时的异域化形成为石号，他立身在了一座山川间，但却无法融入这片天地，甚至其他生灵很难察觉他的存在。这时有两名女子从山川中路过，其中一位女子充满敬意地说道，诺仙姐姐，荒天地一去十几万年，至今都未回归，她应该无恙吧。诺仙回应道，相信她可以归来。那名女子继续说道，荒天帝对我有大恩，当年在悟道山下救我性命，至今都不知该怎样报答他的恩情。突然间与这片世界隔绝的那滴血液仿佛记起了一些往事，漫长岁月之前，他的确在悟道山下救过一名女孩，并将其托付给了莫仙。一朝得醒，石昊终于忆起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便是石昊，他便是荒天帝。在将他画自在大法演绎到了极致后，岁月长河中的血液开始在终极谷地外聚集起来，只见亿万缕血液重新凝聚，石昊像是从未离开过一般，并且在他的身上还有一股属于先帝的气息浩荡起来，骇人至极。